3月20号下午，在新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一周年前夕，宝山交警支队工行宝山大厂支行受邀来到上海万行车友会，为乘租车辆驾驶人和广大会员开展守法有序、文明礼让、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，从而增强辖区租赁车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，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。来自宝山交警支队的杨警官还为在场的30名乘用车驾驶员播放了机动车文明礼让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教育片，并结合近期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的剖析，使大家深刻认识到忽视交通法规、心存侥幸心理对交通安全的巨大威胁和严重后果。是阿拉驾驶员呢受到了深刻的教育，在安全方面呢，就是安全行车、谨慎行车方面呢，我们受到了深刻教育，赋予我们广大的驾驶员，特别是年轻的驾驶员，在道路的行车当中呢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讲座活动结束后，主持人还为司机们发放了由宝山交警支队制作的《文明礼让从我做起交通安全宣传手册》。上海万行车友会与这些司机签约，承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，争做文明礼让的好司机。当天，工行宝山大厂支行在活动现场设立工行畅通卡办理点，并当场办理，方便持有户籍驾驶证的司机能够及时方便处理违章，减少去公安部门调取违法编号再去银行缴纳罚款的麻烦。记者段晓彤、钟宇峰报道。